I'm Ahmed from Yemen. I'm Paul White from Australia. I'm Hussam, I'm from Yemen. I'm Tadeo, I'm from Mexico. My name is Darius, I'm coming from Poland, from OpenAI company. We're from Canada. We are from India. I am from Pakistan. I came from Dubai. Yeah, I'm from Qatar. I come from Dubai. My name is Ali, I am from Yemen.我们与来自俄罗斯、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智利以及塞尔维亚的市场的客户，进行了深入的洽谈，签订了预期的那个销售订单，预计是80个柜子。在本次展览会上呢，我们的设备非常畅销，基本上签订了400多万的意向合同。此次呢，吸引了很多的海外的一些买家，比如说新西兰、澳大利亚，包括东南亚，还有呢就发达国家的一些。 买家的一些关注，也达成了一些意向订单，应该说这次展会的收获还是非常多的。此次我们过来呢，也是能够跟我们这些新老客户啊，能够进行洽谈，也是受到了很好的一个评价。那么在这次展会中呢，我们也得到了很多的一些收获，包括我们一些新的一些客户啊，也有在这个展会上有达成一些订单意向。应该说这次展会对我们的收获还是很大的。我们在这次展会上。 展示了包括隔音剂、加工助剂，还有我们最新推出的抗湿挖树脂、抗辐射树脂等新产品，受到了客户的好评。我们在此次展览会上，我们也收获了很多。像在昨天，我们也签订了2台300吨的注射机，2台250吨真空机，及1台250吨真空机。